你结了婚会有孩子的吗？你也不希望你老婆跟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对不对？你呀，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为阿妹想想嘛。嗯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他们说说而已。如果都你这种想法，谁还敢做警察呀？你不做别人会做吗？人家也有老婆孩子。哎，真是被你气死！谁把你气死了？没什么，我的劝家就改行嘛。 改什么行嘛？当警察有什么不好啊？如果家具不当警察，我才没那么爱他呢。嗯，这叫美女爱警察嘛。你呀，真是不害臊啊！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晴晴，阿姨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好啦，我就住在对面吗？谢谢。你送阿妹回去吧。好，拜拜。我早点更好。慢走啊。嗯。早点回去啊。嗯。拜拜。 干什么啊？啊，没什么，上车吧。好吧，这案子就交给我们吧。不过你要注意，这案子的匪徒所用的武器是炸弹，比一般武器的杀伤力要大得多，所以要小心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千万不要让匪徒伤及无辜，以免引起公众恐慌。Yes, sir。通知署长。是。